韩国瑜讲，基民进党伫咧派系斗争，赖清德也讲，外人当然看袂清。韩国瑜也针对讲，甲罢免的连署讲，民主拢伫变款啊。中美博弈战可能有结果咯，目前双方拢伫咧准备签署第一阶段的博弈协议。为了要提升邮局送配速度，邮政区迄号码会对三加二改做三加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十二月二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敢讲是2020年台湾要选总统啊，中国开始出现动作咯。国防部伫暗头啊用新闻稿表示，中国的山东号航空母舰甲护卫舰二日由南往北开过台湾海峡。国防部强调，国军利用联合监测系统，全程拢有伫咧监控。根据卫星相片显示，山东舰疑似对南海基地出港，如果下晡出现伫咱国家的领域山东沙岛附近的海域，也顺着中国沿海进入到台湾海峡。咱台湾的海军舰队拢有伫咧监控。山东号是中国头一台家己生产的航空母舰，伫顶个月训练的时阵，也通过台湾海峡。台湾、美国、日本的军舰拢有伫咧监控因的一举一动。讲到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对二五的政见发表会了后，就一直讲民进党伫咧派系斗争，无让总统蔡英文落到实权，赖清德才会去投入党内的总统初选。赖清德也回应讲，韩国瑜不是民进党的人，外人当然是看不清。尽管外界一直有质疑的声音，不过民进党又要拼年底通过反渗透法。早起出席活动的总统蔡英文无加做回应，不过伫致辞的时阵，伊肯定调查局伫反渗透工作的表现。这一年来，不论是反渗透或者反情报工作上，调查局都有亮眼的成绩。现在调查局正规划成立治安工作站，持续的加强侦办电脑犯罪以及防治假讯息。它只是一个国家防卫体系上面一个机制的存在而已。我希望，国民党哈，我们在野党的朋友，能够大家理性来讨论。你蔡英文的副手赖清德是一直在呼算党内的位，对韩国瑜之称，蔡英文做到民进党内派系摆开，可以失去实权，所以伊才会参加党内总统初选。赖清德认为，因为韩国瑜不是民进党的人，对外部看不清楚。主要是习近平在元月二号，公开习武典，以11月24号大败之后，基层非常非常焦虑。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我才登记。那点名赖清德，韩国瑜更加讲，八海游行是单局派系立马主导，而为了争夺下届高雄市长，游行迄天更加加行政院副院长陈其美客掉咧，可以无得参加。单局是讲想想济咯，想象力太丰富，太。下一届的市长，我想应该还有3年多嘛，声量比较低，大概都是会一直就修理高雄的团队，修理我们霸韩的活动。啊，我说过这些活动是民间自主性。我想他应该注意的是，刚刚几谈到的这三位经常无底放矢的发言人，是架空了吴敦义。韩国瑜点点个指头，指向民进党内派系争端，倒应台反击。韩国瑜选情陷入困境，应该爱多多注意国民党内部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正副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甲张善政，伫二日下晡出席青年创业组谈会谈政策。不过面对罢免韩国瑜的团体，甲30000份的联署书送到中选会，韩国瑜表示讲，这背后的操作，和台湾的民主历史拢变款。国民党正副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甲张善政二日下晡出席中环国际舞台青创座谈，来讲台湾青年创业的困难。台湾2300万人出去的电视、电影、歌曲、服装、美食，却比不上讲4500万的朝鲜人。政府不行，哪边不行？法令不行，哪边不行？我们把这个原因找出来。我们国内计程车、网络叫车的这平台非常的棒，一点都不输给 Uber。可是我们台湾好像没有看到它，其实它做的非常棒。现场大家大声喊加油，等那就是国民党的造势大会同款。啊，不过另外一方面，霸韩团体嘛先去行动，发起罢免韩国瑜市长游行的威胁高雄等等的公民团体，国民甲30000份联署书伫咧二日送去中选会，宣示讲要启动罢免程序。我们今天是提送第一阶段的联署提议书，这个审核通过之后，我们将进入第二阶的联署。
包含团体公民刮草行动发出时间表，推算讲若是行动顺利，差不多170天了后，会当公告包含的投票日。对这个代志，韩国瑜表示，虽然尊重民主社会行使罢免的权利，却无法度接受背后的操作，替台湾民主政治历史写一页真奇怪的记录。这次所谓高雄市罢免的行动，为台湾民主政治史上写下了非常非常扭曲的一页。没有一个县市长上来两个月就开始罢免，这充分反映民进党对高雄完全看为自己的口袋里面的囊中之物。2020的选战是变甲愈来愈激烈，国民党是一直咧做民进党网军的基地，佮逼出民进党二代网军，点名侵靠地行销公司，也亲身向蔡总统报告网军的计划，专门来攻击国民党。韩国瑜办公室嘛，质疑蔡政府经济数字碰风，批评连环政策有错误等等，敢若是为着要抢民生的议题。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伫咧年底想要变啊翻新套法通过，不过亲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也批评讲，归去把这个名改作是两岸断绝往来法，希望民进党唔通挂袂通过。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二哥伫咧第二届的政见发表会，口说哪里是贪官腐败和司法不公的政党，强调家己绝对重视司法公正，是民主自由的最后一个风扇。二六，宋楚瑜伫咧亲民党党部接见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针对年底民进党要变通过的翻新套法，是搁一届开炮。不是现在那个名词要改成两岸断绝来往法。到目前为止，这么重要的法案，公听会只办过一次。对于所谓渗透来源的定义，这些事情讲不清楚。那你现在议程只排一天的时间，如何来好好的讨论？应该是选完以后，经过新的民意，大家趋于理性，然后好好的来检讨。宋楚瑜批评蔡英文用民进党国会释出的优势冲锋立法，未来尊公法案通过，人民伫咧言论、行动，还有思想的自由，拢会受到限制。宋楚瑜也表示，二哥已经和郭台铭针对重要的议题交换意见，对翻新套法两个人拢重视，绝对袂使让民进党强硬过关。我跟郭董事长交换意见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再给民进党一次机会，不可以在最后的那个。12月31号，在那边强行通过，否则我所听到的，就是他们准备发动，啊，同样的街头抗争。对郭台铭讲，要发动2019年的日头花运动，到立法院组织抗议翻新套法。罗伟定称本意是要反对凊彩立法，不过宋楚瑜表示，街头抗争不是自由民主社会愿意看到的。伊搁是改向民进党发话，唔好违反当当年民进党家己奋斗的目标，用旧民意含伊搏。记者阿敏金、丁国水台北报道。尤惠如的网军争议也去扫到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要求郭文德透早要到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想不到民进党的市议员全部都没来，是因为他认为这是选举的操作，不愿意配合演出。国民党团也问到郭文德说谁是在维护尤惠如，郭文德是几多次拢脚点点。另外，方认为是反对翻新套法的郭台铭，也回应讲，伊家己并无反对，也讲伊家己是上大受灾户。尤惠如网军争议烧到台北市政府，国民党议会党团认为台北市长郭文铁无法度切割，要求伊再去到市议会专案报告，却想袂到民进党市议员全部拢无来。我们给民进党机会啊，好好解释下跟卡神的关系，吓得跟鬼一样跑都不见了，一个蛋都没有。至少在我的任期内是第一次出现。这是一个选举操作，这是一个政治操作，所以民进党不应该在这个时间呢随机起舞。尤惠如创立的公司透过办理 WTA 网球公开赛，取得标案的补助。国民党市议员质疑，为什么还未取得授权，所有法都通过申请，根本是买空卖空。这中间有没有人护航，还是他们违反法令的问题？一定合法的，只是不合理。哪些议员关心不要闪避我的问题？我又不能说我忘记了，这真是。选情敏感的时阵，郭文铁花东后援会长林冠霖伫面前发文表态支持韩国瑜，是因为伊无想要忍耐民进党到伊失去理智引发议论。游淑慧询问郭文铁，敢会烦恼像韩国瑜同款，互网军攻击？网军是一定会攻击的。那这个后援会会长的态度？后援会这个我这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市长。
金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是继续为李进颖呼选。李进颖再去公布政策影片，强调在郭台铭甲郭文泰两个人的加持之下，会当有声量。郭台铭再去是中心，并不是反对反渗透法，佮讲家己是上大受害者。主要就是说，应该大家坐下来好好立一个很好的法。我本身并不反对设立反渗透法，反红媒的话，我是应该是最大的受灾户。郭台铭强调，伊的意思是应该爱甲法案留到后一个会期才去审理，因为过不外久，这个会期就结束。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要来看的是天文机关，也就是天狗食日，也就是日偏食，在今仔日又出现了，也因为台湾伫地球的位置，会当看到无同程度的日偏食现象。伫台湾的各地头的学校、天文馆，拢用专业的吊镜，予学生甲民众欣赏到这真罕见的日偏食。等真久，互云扎掉的日头阁走出来，高阳刚好高小的学生赶紧摕检光片看。我刚才看到那只是掉的月亮，太阳。我们这一关是利用双筒望远镜，然后放在这个板子上面投影，就会投影出来，绝对不可以用眼睛看，会很危险。除了摕检光片看，学校也阁利用望远镜导影，会当看到照伫咧白纸顶头的日头起一角。像我们今天的偏食主要是在我们台湾可以看得到的部分，大概就是被遮蔽到37%左右。台北天文馆讲，这边天狗食日，同时横跨经度60到90度，差不多规个亚洲拢伫咧范围内。台湾是伫咧偏食带，全国上大时分拢伫咧0.4以上，也就是日头直径超过40%或月球炸掉的。越往南边，日头被炸掉面积越多。中昼过了，全台湾拢会当看到。屏东县政府也设立6号座天文台观测。好，这里看这里，看得到吗？官府讲，6号座天文台是目前全国高中以下校园内面上大预定加望远镜的天文台，会当远端遥控操作，也让即时翕来，可以当提供予外县市甚至是别个国家爱好者远距离观测。天狗食日分做日全食、日偏食，还有日全食三种。根据统计，全世界一年平均至少能看到两遍。这边无看到民众，明年6月也有一边会当看到日全食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配合着苏花改明年正月初六的专线通车，交通部甲经济部做伙规划北回线国道客运的示范车回游号，在今仔日电风看路，用着防空甲花莲景地来设计，有影是真无同。未来民众若是要坐客运宽道，一日就会当完成啊。伊啊设计做全部拢是白色的，车内底安全标识设置全部拢是银色的。设计团队用简化做原则来打造北化客运回游号的内底。设计重点是简单通光，车身外口是白色的底，而且配合8粒拿绿色的石卵，向顶塑化钙沿线八步空。再去七家特别通车的塑化钙，从花莲出发，3:30就到台北啊。跟旧苏花比较，当然是平稳多啊。因为旧苏花的话是弯弯曲曲的，限速超过30左右，然后大车也特别多。那这个路哈是比较平、比较直，所以比较没有这些问题。公路总局甲经济部工业局合作，要有客运加一挂设计，补助业者每一台车100多万的经费来打造回游号。北化客运一月初六就算营运了后，会有邦桥花莲、南港花莲两条路线来补客运宽度的上下尾一段。过去若是要利用客运渡花莲到台北，必须先渡花莲坐去雷山，再个渡雷山去基隆市区，全国都客运，即马改安尼是真利便。台湾环岛的话，公共运输能够在一天里面把它做到，哦啊，当然也有人会觉得说，搭乘我的公路客运环岛的话，漫游的话，这些其实整个是可以串起来的。北化客运通车的初期设优待票，南港到花莲差不多200块，无甲代替自强号票价一半。啊，若是台北客运甲首都客运伫咧半暝啊冒发车，通好弥补代替无发车的时阵，业者嘛讲初期唔敢想讲会趁钱，用服务来招人客。大概预估在通车的初期哦，希望载客率能够达到50%啊。好，那慢慢增加，但是大家也不要担心，如果说载客率提升的话，那我也会跟着加开班次。北化路线目前总共有3间客运业者，都是去85台车来营运，其中有11台是回游号。啊，若是即个过年，嘛是北化客运头一届加入去春节扫运。公路总局分析，到时阵塞车地点可能会出现伫咧苏花界东澳甲南澳的部分，会用交通标志来调整控制，而且卖请分区的警察来疏通。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我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在苗栗头屋的一块农地，在今年九月开始，和当地民众检举，讲有人乌白开垦，烦恼讲会发生水崩山。苗栗县水利处去看，才知影讲，这块土地可能是违反着水土保持相关的法规，甲侵占国有土地。除了甲因罚以外，牵涉法律的部分，也请地检署来调查。山坡规片斜斜，就算讲是顺向坡，嘛无看到水土保持工法，或者是种树仔草。苗栗头乌乡西潭村这块农保用地，当地居民发现讲，唔呐去用乌甲真害，除了有一个大水池啊，原本的植物差不多拢去用刷走。住伫当地将近年的村长讲，即卖状况甲烟鬼差真济。原本他们我们这边的是那时候是全部都是，就像他们这么小而已，那个那么小而已。现在是变成这么大。如果说真正台风天来的时候，它的水量是会很大。溃堤的话，整个下面我们斯坦村就整个都灭掉了。当地村长讲，因为这是生态报道，暗哥都今年三月份开始发现报道的查起用恶起来，而且当地居民嘛发现讲开发范围是愈来愈大，都九月份开始举报，到十二月二五已经被举报五届，暗哥也是继续伫恶。苗栗县水利处现场会勘，初步判断范围要到四千平方公尺，而且透过航照度来比对，确认其中有七笔土地是违法的。纯粹单纯农业用来说，应该不用到这么高昂的工厂。所以我们但不排除它有其他的非农业行为使用，所以我们会从严来认定它的使用行为。那以本件来讲的话，它没有申请许可，直接实施直接的开发征地，是违反行政法的部分。苗栗县水利处表示，这个开发案涉嫌在农保用地面顶进行非农保用途，而且嘛违反水土保持，还佫违法开发林业用地。另外，开发范围以内就算讲是私有地，地主嘛要提出水土保持计划，目前会以违反水保法罚八万至三十万的罚金。侵占国有地部分，县政府嘛已经交予检方来进行侦办。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甲旧港区转型，甲厂商合作引进国外的 Jazz 嘉年华游乐园。所民众伫咧耍一项设施的时阵，伊的脚板去弄到铁轨，规个乌青溅飞。游乐园表示，所有设施都是符合安全规范的，害民众受伤的迄项设施会先来修理调整，爱赔偿的会有全部负责任。民众坐这项一直坐玲珑的游乐设施，下降的时阵，脚是直接弄到边仔的铁栏杆，当下非常的疼。设施虽然停止，也是倒伫伊的脚部肿起来流血，紧急送病院。我的脚也是自然这样放而已，然后就旁边的栏杆太近了，所以变成说它晃动的时候，就是刚好打到我的脚。现场是高雄的 JETS 嘉年华乐园，旧港区为着活化伫个七颗码头引进这个占地五千平的乐园，是高雄的新地标。21个才正式营运，所有民众受伤。对此，乐园表示，园区的游乐设施拢为美国引进，一切符合安全的规范，嘛是合法申请才会当来港区，会先关这个让民众受伤的游乐设施。后续的他的工作损失或者是补偿的部分，公司这边会尽所有的诚意跟最大的协助，提供游客最好的一个帮助跟协助。乐园表示，检修了后确定安全无问题，才会开放，嘛会看状况来调整着边啊栏杆的宽度。若是民众抱怨讲设施让人受伤，敢若送五张门票，乐园则是表示一切是误会，这个门票是另外的补偿、医疗费等相关的费用，公司拢会负责。记者王刘婷、柯正准跟报道。所以来，咱来关心着劳工的权益。台电派遣的工程师，伫咧即个过年恐惊是真歹过啊！行政院所推动的零派遣政策，也因为安尼，台电有200挂名劳保挂伫外包公司的员工，就要放石头路，伫年底会来失业。台电表示，工程有大小过差别，未来会辅导引起各家国企，也会替因安排编制。有工程师也讲，因的学历敢若是专科毕业，50岁别个去考试，有影是正拼哩。台电的派遣工程师大水淹到行政院庭前，因为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去年伫咧推动政府零派遣的政策，但过换来唔是政府直接做头家，而是甲伫咧公部门做了正侪年的派遣能力拢自牵条。台电的200位派遣员工伫今年年底就要无头路，其中有一挂工程师的服务资历已经18年啊。我是1991年。进入台电面试完，知道说我们的条件，我们的等于是劳保什么要挂在工程顾问公司，
那所以说用人部分必须台电决定，他们才能聘用。年底就要被裁员，我家里面有三个小孩，最小的才中班而已，然后叫我这个年怎么过？台电派遣员工分布伫咧综合工程处、营建处、协会工处等等，主要任务包括工程的建筑、采购，被组建的人数总共209人。虽然台电有做专职的媒合，但过就要无头路的工程师讲，媒合率无到两成。若是要参加国家考试，考登去台电，像因这么已经50岁啊，真困难。国立大学以上程度，甚至研究所的，才有办法考到前面的成绩能进来。我们这些40-50岁，说实在，尤其是都读专科的，说实在，真的会考不上。那但是因为台电是国营企业，人员的聘用啊，它就有法规的要求，要经过公开，而且要考试。台电讲，电力工程有人力调配但昂贵，所以找派遣员工。所来会辅导世界别老员工考试。劳动派遣产业工会律师讲，这个案件只是一个缩影。也够真侪政府的派遣员工有同款的危机，希望公家机关无应该规片责任，赶紧修法。记者综合报道。特别过年啊，新竹市政府把伊的临时人员调薪水，也就是要配合劳动部对明年开始，把劳工逐个月基本上的工资做调整。另外，也要特别针对薪水无到30,000的临时人员，逐个月会共增加伊700块，希望会当予因平均逐个月拢有30,000块通好领。陈小姐已经有一个囡仔，即马巴肚内底有第二胎。新竹市府人事处指出，目前府内的临时人员当中，有341个人领逐个月固定薪水24,000，未来三年会偷偷起薪水，目标是希望会当调到逐个月平均总薪水300块。开心啊，因为就是对我们生活加减都有一些补助这样子，对啊，然后加上现在就有小孩子，其实经济压力也蛮大的，对于经济上面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子。以前就是手头比较紧，然后不敢乱买东西，现在逢年过节就是可以买一个包包啊，犒赏自己一下。市库所预算的这个临时人员的部分，那我们就针对统调，只要在每月平均工资低于30,000以下的人，我们都统一调至700元。针对市府调薪的代志，新竹市劳团是正面的态度，不过希望在照顾劳工顶端会当有更加侪福利政策，也希望药品股的人员会当做伙纳入调薪的范围。以我们劳工来讲，我们更希望你赶快的调升给我们的这个到30,000块。当然，我们更希望所有的市政府人员能够跟随着一起调升。市府人事处表示，调薪了后，大约增加市库支出487万。这道平均逐个月薪水无到30,000块的临时人员，逐个月薪水会调整会增加700块，预计有421个人受惠。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不分明。中美贸易战的谈判可能会有结果出现咯。美国总统川普二十四表示讲，会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中国外交部自个也回应讲，双方正在密切沟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伫咧自个对媒体讲，顶礼拜中美两国元首已经通过电话，针对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问题交换意见。有关签约的相关细节，一个在里瞧。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问题，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双方的经贸团队正在就协议签署具体安排等后续工作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怎么两个国家签署仪式的日期跟地点都还未确定？川普二十四先对媒体证实，将会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场正式的仪式，由两个人亲自签字。We'll be doing a smaller ceremony. Ultimately, we will be having one. The China deal, we will be having the signing ceremony, yes. Will you sign it, you and Xi Jinping? We will ultimately, yes. Do you know where when that we get together, we will do. But we'll have a quicker signing because we want to get it done. The deal is done. It's just being translated right now.美国和中国进行了一年外的贸易谈判，这个月有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内容包括资源、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加农产品、金融服务、汇率加透明度、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加争端解决、最终条款等九个章节。双方也有共识，美国会分阶段取消对中国产品加扣的关税。伊当阵美国代表莱特海兹有讲，两个国家代表将会伫咧明年预计第一个礼拜签约。记者综合报道。
日本伫咧二六执行一件死刑的案件，是一个十六年前伫福冈共抢劫，佮杀死一口罩四个人的中国嫌犯。日本最高法院伫2011年认定讲，嫌犯无教化的可能，也佮判死罪。这也是日本政府在今年第二摆执行死刑。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自五在南部城市进行竞选造势，遭逢对加塞走廊射过来火箭攻击。纳坦雅胡一群人也被到防空壕内面，这是对九月交战第二摆碰到这款的情形。离加塞走廊12公里远的阿什克隆有火箭攻击，啊，不过迄个火箭去予军方的防空系统断落来，几个点钟了后，以色列空军嘛对加塞发动空袭，啊，佫无任何团体出来讲即届攻击是因所做的。加沙地区是巴基斯坦哈马斯组织所掌控的，当地一个规模较小武装团体伊斯兰圣战组织，顶个月捌甲以色列军方发生两天的冲突。以色列的塔当自六举办党主席的选举。以色列电视台的卫兵表示，迄当阵人伫咧阿什克隆的党内竞选活动发表演说的总理纳坦雅胡，伫咧火箭弹来警报弹起来时阵，伊随伫咧随后的保护之下离开现场，了后就暂时先避入去防空洞内底。啊，不过过无偌久无代志了后，就开始恢复竞选的活动。החמאס והג'יהאד האסלאמי לא רוצים שאני אנצח, מה לעשות? הם לא רוצים שאנחנו נצח, אבל על הפעם ועל חמתם אנחנו ננצח, ננצח בבחירות הכלליות לכנסת.以色列今年四月份到九月份，小连续两场国会大选，无论是纳坦雅胡所领导的右派联合党，还是讲前参谋总长甘茨所领导的行动路线纳贝联盟，拢唔爱得到超过一半的席次。新政府的筹备一直压未出来，预计明年三月份会阁举办一年以来的第三场大选。就算讲纳坦雅胡顶个月才去予检方用乌色诈欺甲背信等等三项贪污罪名来起诉，变作以色列第一位伫咧任内去予起诉的总理。啊，毋过一般预计，伊也是会当甲已经坐二十年。党主席的微博调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环保议题，伫台世界各地头，拢出现真侪注重环保的少年囡仔。伫哥伦比亚也出一个囡仔，要求这些大官要爱重视气候变迁的议题，甚至上街头呼吁大家。而且这个囡仔敢若十岁尔尔。今年十岁的哥伦比亚小学生法兰西斯科维拉带着十外囡仔来行上街路，因的诉求是希望大家对着环境议题投入更加多关心加注意，落实气候变迁政策。尽管人数真少，不过因为拢是囡仔，所以特别引人注意。No hay plan B. Hay que este es el único, como les dije, es que sorprendente, es el único planeta en el universo que alberga vida.为了在这场回路行动进行，就已经到参议院的议员面前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登上哥伦比亚部长的头版。Yo vine en representación de mi grupo Guardianes por la Vida para pedirles que tomemos conciencia del daño que hemos hecho al medio ambiente。为了认为教育真重要，地球环境相关议题应该要对教育入手。伊提出看法，并且采取行动，甲有名的瑞典环保运动者双皮克同款。而未来的计划也开始吸引到大人的注意。Pues unos senadores me dijeron que querían trabajar conmigo. Aún así, allá todo el tema de la contaminación.因为气候变迁加重，地球暖化，好对全球近啊百万真细汉的囡仔学生行出街路抗议，要求各国领袖重视气候变迁，并且落实环保政策。少年人行出街路发挥影响力，联合国警告，在2030年以前必须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以避免全球暖化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不过，在十二月中旬伫马德里落幕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各国并无对此来达成共识。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继续来关心着咱台湾。为着要让民众寄物件会当较紧到，中华邮政也宣布讲，甲现有的邮政区域号码对三号加两号，改作是三号加三号，对明年三月会开始施行，来要较紧到民众会当试看卖啊。加
几台配放伫个机器内底，配伫个机器快速运转。这台自动的分配机用伫一点钟内底，分两万外张的配，依照邮递区号前三个号码，真紧甲配自动分扣到全台无同的行政区。不过，这些配送到各地邮局，邮递区号后两个号码依然需要用人工来分。中华邮政宣布，明年三月起，邮递区号会对即阵的三加两个号码改做三加三个号码。以后有三加三码，因为机器更新了以后，三加三码的后三码，那我们那个断码就可以，也是应用机器可以帮它做分拣。电话邮政局随着城市发展，邮递区号后两个号码已经无够使用，即阵邮递区号是三加两个号码，前三个号码是行政区码，后两个号码是投配区单，明年三月起全面改做三加三号码。哦，其实很多我们的邮务单位。已经超过100段了，所以原来的两码其实已经不够用了，要100以上，三码以上才够用。这个邮务室啊，在分拣的时候，一看到这种投递段码，根本不用看接到向弄都不用，就直接分到这。不太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其实加一个数字还是算好记的。在处理中心，真侪公司企业的大宗邮件，亲像电信小单、广告单，也是非标准的配件，依然需要人工来分。中华邮政讲，未来仍针对政府机关、企业的大量邮件，透过后三个号码直接编列加收作业。记者综合报道。所以来关心到咱的教育问题，代考中心二六召开高中英文听力测验第二次考试成绩相关统计的资料说明会，讲到这回来考试的学生，若是查甫的，伫 A 级、C 级、F 级，拢凭查囡仔悬小夸；也若考第二摆的学生，甲第二回成绩来比拼，第二回成绩有变较好的，大约有三成。大考中心伫咧二日开高中应征第二次考试成绩相关统计资料说明会，共九科的44,550人的成绩分布 ：A 级占12.2%，B 级48.1%，C 级37.49%，F 级是2.21%。甲过去比，成绩伫咧 A 级的占比有小可下降，不过 F 级有下降的情形。成绩是不达标的。F 的分配是下降，那么换句话说，下降的人他就是往 C 移动，或者是 C 会往 B 移动。大考中心讲，这边九科的考生，查甫占45.29%，查某是54.79%，其中查甫伫咧 A 级、C 级甲 F 级的成绩，比查甫稍微较悬。特别注意的是，应听测验一人考两遍，成绩是跟较好的那边使用，学生有两遍的机会。也反映伫咧成绩顶头，即边重新教考的考生，第二遍成绩等级有提升的占超过三成，维持不变的是占60%左右。2018学年度重复到考生提升的有32.52%，2017学年度是33.21%，就前两年，所以大致上是三成是提升。六成是维持不变。整体来讲，所有考生伫咧跨度变异，一个对待的地形表现较好，得分率将近70%。严格伫咧简单对话、低温听解等方面的得分是需要搁再加强。大考中心也在这边强调，经过研究发现，英听甲学习英文的成绩有一定关系，爱重视，也提醒考生爱记传有效证件的正本来考试，才袂违规，予人扣成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制作四手啊、虾味鲜、食袂鲜的厂商乳鹰食品，2017年防检机关因提过期原料去做虾味鲜等等的产品，在今日透早高雄地方法院一审宣判，依照违反食安定罪，甲乳鹰食品罚3000万，也甲因的老董事长洪宗起判讲爱关2年。他们昧于事实，用这些预期的原料添加物。的成分制造在他们的食品上面，所以法官依照这些证据认定，他们这些三位被告所为的行为，构成情节重大，足以危害人体健康。法院的判决书写到，董事长洪宗起、细数的厂长、细只的采购经理，这三个人身为决策人员，却为了省成本，用公司囥较过期的差异粉，
去做消费先订订的食品，伫有效日期要做手，一款违反的代志也已经做两年多，上部有250万包伫市面流通，大约赚着2500万，也因为无顾消费者的健康，法院甲因三个人判刑2年到2年10个月。进行太空科技公司本地第二期要伫台东的达人乡进行火箭波次一号的试飞，试射也因为受到居民的抗议，先来失败。业者在今仔日邀请村民去参加火箭的试射基地，董事长也亲身向村民解说。不过村长也强调讲，要爱村民同意才会当试射。面对着这款的情形，业者也拍算讲要刷到阿拉斯加去试射。这台采集的发射台顶头，由正新太空科技公司家己制作的太空火箭飞出一号，高10公尺，宽1.5公尺，起飞重量3吨。日头伫咧台东县达仁乡蓝田部落对话电视，也向村民讲解火箭的用途，希望居民谅解支持，但过要求村民有记录。啊，我就一直问他们要做什么，他们都不讲啊。啊，问题是我这个都在买卖的话，卖出去以后可能人家不敢买了。啊，会怕什么？会怕污染呐、啊。他们提出申请，让我们在过年后再来进行，明年初的这个第一次的我们的部落会议，针对这个议题再做一个讨论。对外界担心火箭伫咧发射时阵所引发的污染，甚至影响安全的问题，业者讲火箭轨道拯救杯天顶也采用上环保安全的设计，未危害部落。排水去把那个烟把烟的话全部通通洗下来，然后呢，我们在排烟道的外面也用拦截网把有可能的烟全部都阻拦下来。严格业者予人晓出有违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等几多项法规，业者解释讲，毋是无尊重地方，已经暂缓二期的发射计划，也申请地步变更，以后拍算刷到阿拉斯加发射。飞出以后，若试射成功，会让打破原本110公里的世界纪录到200公里。军事专家讲，关键就是咧双燃料技术。液态的燃料的危险度比较高啊，它处理不好，它很容易产生问题，就是它如何在这个两种燃料混合之下很顺利把它发射上去。如果它能够突破，那台湾这项科技是世界第一名。业者讲，每年差不多10万外台火箭甲卫星送上天，这个太空商机的大饼是大家拢要抢。为了这个全球太空产业的市场，行政院已经核定10年太空计划，计划要投入250亿元，和台湾正做卫星地面接收设备零组件相关系统设备的重要研发制造基地。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有一名兵民众本地计划要去香港，甲伊的香港女朋友做回过元旦节，到香港机场准备入境的时阵，却被查落来，落尾被遣送回到台湾。这位民众表示，这是伊第二摆去到香港，伊也无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根本唔知影为虾米会被拒绝入境。我们在香港机场。这个月二十七天，柯先生收行李，伫咧香港机场对一间厝的关关，准备要坐飞机回台湾。啊，不过柯先生根本就还未入境香港，就去被遣返。原本要跟香港女朋友做伙庆祝圣诞节的计划嘛，因为安尼无啊。啊，不过香港入境处是安怎摆好伊入境，根本就无讲好清楚。这件代志嘛，让柯先生无法度接受。当下我有要求他们，就是给我详细的通知，说是看是什么原因，我们有没有非法违禁品，或者是就是非法入境的游客，他也没有给我们出示证明。住伫咧彰化的柯先生表示，伊甲香港女朋友半年之前是透过网络熟识转来交往，到月份女朋友要来台湾找伊佚佗，了后伊对女朋友做伙登去香港，这个算是伊第二届去香港，唔拿去用拒绝入境，而且佫用带去房间内底搬砸敲伊的行李，佫问伊真侪甲政治有关系的问题。他有一直问，可是我都说我没有参与那些东西啊，对啊。那你本身有特殊的政治倾向吗？没有哎、欸，我没有偏袒谁，然后我也没有跟，反正就跟政治无关了。柯先生是感觉真无辜，伊甲女朋友伫咧网络面顶拢无针对反送中或者是发表政治相关的言论，嘛无参加相关的政治活动。啊，不过煞无必要带去用遣返，因为这件代志阁甲女朋友冤家，嘛必须爱阁付遣返机票1万元，到今也阁查袂到去用拒绝的原因。嘛希望相关主管单位会当倒三讲，把原因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我在香港机场。
2020年要进行大选咯，两岸关系伫香港反送中运动发生了后，敢会影响到台湾的选举咧？拢互提出来讨论，甚至是帮国管也正做是选战的话题。不过，民进党执政了后，两岸的关系是一直拢卡掉的。中国伫咧国际场合打压台湾，搁得罪金马奖。不过，中国也使用26条对台措施，要来吓台湾人。选举的议题也甲中华民国的议题提出来互相比较。讲到国家的定位，哪里拢大声话中华民国？现在不就是正在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吗？我现在就是第14任的总统。我希望蔡英文总统你也大喊三声：“中华民国万岁！”未来这4年，独立和统一都不可能。不过，2019年初，两岸关系在中国公布过台湾同胞书以后，中国确立对台湾政策的新方向——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自民进党执政以来，两岸关系敢那会当用冷冰冰来形容？虽然安尼，但是对待31条政策公布了后，搁煞26条措施，中国有敏感的措施一波接一波。比起过去来讲，它更有体验感，这样子的一个两岸发展，在每一个年轻人在这里寻求发展的过程中，谁是北风，谁是太阳？我想这是一个很容易高下立判的事情。对台湾的同胞也是国民待遇，那中国的国民待遇，中国的被奴役的情况，你国民待遇对台湾有什么吸引力？没有吸引力嘛。但是他把它包装成会台。但是大国爆发香港反送中运动，北京政府甲港府止暴制乱的立场坚定，四界拢是警民冲突。民进党对外挺香港反民阵营，对内是大拍主权牌，空中保台就顺势变作立赢选战最后阶段的主题。我觉得他们可能没有估计到会引起台湾民众这么大的反弹。那再加上香港反送中事件的影响，以及整个美洲贸易战背后整个大的战略思维的转变，提升到一个就是我们在俗称所谓芒果干的议题，我觉得这个是北京始料未及的。学者认为，两岸不只是统一跟独立的选择，主权的维护跟民主的防卫也是这道选战的主题。但是候选人要安怎务实应对，恐惊这是选民最想要知影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竹转会议昨公布陈文成命案重新调查的进度，本地列作营救保密的档案已经在11月完成解密。不过竹转会也发现讲，警总当当时约谈陈文成的录音带，发音的内容完全不完整，完整的录音声档也下落不明。今年是美丽岛事件40周年，发生在1970年，被看作是美丽岛事件案外案的陈文成命案。当年台大学者陈文成因为著作《东瓜脸书》遭到警总约谈，第二天死在台大校园，真相敢若像一个谜共款。出山会成立了后，积极进行命案机密档案解密，立刻公布命案调查进度，强调原本列作营救保密的档案已经在昨日完成解密，发现警总当时约谈陈文成的金门录音带，一文内容不完整，录音档案也下落不明。调查的监察院或到了9月来台湾的美国专家，其实都还听过录音带，但是录音带从此就再也各历次重启调查的办案单位都找不到。那我们是搭配档案要去访谈当年的，比方说重要的证人，那包括说甚至可能是办案人员，所以这个调查进度就是还在处理当中。邱振辉表示，提供机密资料的国安局以政治档案法规定，档案有影响国家安全为理由，要求改版50年才发到对外公布。由国史馆今年也针对陈文成命案进行资料的汇编，就收录陈文成的警总金门的笔录。历史学者、国史馆长陈义钦就认为，国安局一直不爱公开专案的机密档案，各种的怀疑声音又会继续来引起争论。用来理解那个威权时代的这个情治机构办案的这种缺失，其实从陈文成案也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如果有这种检讨，我们觉得越详细的档案。通通没有秘密啊，这个是最好啊。根据当年警总的讲法，约谈陈文成的过程是12点钟以上，谈话过程平和。严格邱三辉认为，前面用的录音带确实从来无对外公开，家属也毋捌听过，所以讲加找完整录音的下落列最重要调查项目。另外也继续甲国安局协商，互相关档案提早解密，解读各界对陈文成命案的真侪质疑。记者综合报道。
政府伫咧拍盐埕推设绿能供电，多只个生态地也会受到影响。也因为安尼，有两个保育团体伫嘉义保地、台南七股申请超过450公顷，伫湿地边个国有地要来领用，也要来征做人工个生态地。希望透过人工个生态地保存，互鸟仔会当继续生态。然后这里是这个嘉义埔地盐埕无得用了后，便了到寒人拢会吸引大批水鸟。但是政府推设绿能供电，第一座盐埔供电厂就设立在遮，让生态甲能源的转型产生两难的状况。埔地盐埕拢总有10区，8区甲9区已经有120公顷的面积种电。保育人士决定利用今年新就落的人用编制国有地机制，第10区推设人工车地保育，来弥补供电的冲击。10区盐田，那它刚好就是位在这个61号快速道路的两侧。那希望透过我们这一块的一些水位调控，能够让鸟在这个地方有更好的一个栖地的一个品质，来做一些弥补。财政部国有财产署伫今年初制定规范，无想提供海岸、湿地、陂塘、山区等等边际国有土地，和宽团保育利用。头一批受理的两个申请案，分别是高雄市野鸟学会，伫嘉义埔地91.34公顷，甲乌面大尾保育学会，伫台南七股361.78公顷，而且二月下晡完成签约，任用期限是6年久。我们就在这里嘛，那这附近我们就可以照顾得到，那我们就把这边认养下来。现在比较急迫一点是说，很多湿地都已经被光电占了，一定要保护一些。让鸟类可以使用的湿地 ，NGO 会透过志工做伙拍拼，伫寒人负责水位的调整，定期巡守，避免有人来乌白倒废弃物，定期举办环境推广。啊，若是供电，敢会对杜鹃的栖息造成实际冲击，嘛变作观察的工作之一。记者综合报道。守护台湾的政绩，若准是退休了后，敢有其他用途呢？有一台被过做是刷飞机的空军 SGT 反潜机，对空军退役了后，空军第三联队也送予台中的调用科技大学，是因为这间大学因在今年有成立一个航空机械系。这个科学目标就是在10年内，要培养750名以上的毕业生，投入台湾的航太产业。外形有无同的色水，其实内卡真大的刷鱼嘴，就是伊上显目的标识。伊是空军退役的刷鱼机 S2T 反潜机，伫咧大海服役半世纪了后，出现伫咧大学的学校内底，令到人看甲真欢喜，嘛是航太科学的外教材。那因为我们的学生哈，他实务经验是目前是没有。那如果有这架飞机的话，我们可以让学生去了解，比如说飞机的起落架，或是飞机的轮胎。国防部送予台中调用科技大学一架反潜机，未来除了是学校内底地标，也是航空机械系同学的教材之一。台中调用科大航空机械业是目前中部唯一实际训练还有操作的航空相关的科系。今年第一届是收45个学生，所有课程拢注重实作，每一个同学拢感觉讲真有挑战。因为飞机每一个部位都有一个不同，它就是飞机维修手册会有一个不同的要求的修法，所以我觉得就是各部位我要去多做他们的了解，以及记住他们的一些名称以及修法。跟其他的航太系所不同，调用科大引进实体模拟机，学生会当体验模拟飞行，是不教育嘛是学习的重点。除了技能以外，同学讲语言嘛真重要。因为我们这个科系注重的是英文，所以英文的话这方面。平常要多听多练，有时候就是上网去听一下别人怎么讲英文。学校表示，目前注重航空机械维修、智慧机械甲复合材料应用三大发展重点。中部除了有国际机场，也是精密机械发展的所在。未来透过三套合作，计划伫咧10年以内，培养750名以上的毕业生，提供产业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在南投竹山，有一对爸仔仔对竹仔的关系是真痴迷。这回2020年的南投灯会，也会当看到应用竹仔做的花灯作品。咱也带观众朋友来先看先赢。把竹仔写作弯曲的形，再搁加画好平。伊是台湾工艺师刘文宏的后生刘彦雄，伊唔拿传承爸爸的功夫，伊也真有想法，让竹仔作品有无同款的生命。借由天星之后，
它会有一个这边会比较密的状态，然后在这个灯的后面会比较疏的一个状态，所以它会导致光影的明暗度不一样，然后晚上的照明的方式的结果也会不一样。哼哼，看这个大型的装置技术，底下含底下的浪棚拢变宽，就那亲像是一只鸟鼠坐伫涂骹，头向顶悬，点灯了后加一种有希望的感觉，也会使看作是得回灯。后生用心制作的作品，连老文红拢会学到一。真的相当不轻松，因为又一方面又要兼具竹笋的造型，另一方面又要有这个老鼠的臀部的这个造型。以我这个传统的脑袋，我不会想设计成这个样子。每做一个这个作品，费心神也真了工。老文红看后生愿意接手行这个这条路，伊是感觉真感动。这个作品未来也会伫咧2020南投灯会，甲其他店内竹雕、玻璃，也阁有石雕等等的工艺作品做会展示。希望这个幼路的工艺作品，会使祝大家新年快乐。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凤冠的公道平出山起亚，秋天发冷的时阵，规山平的起亚帐拢会变红色的，唔免去到外国，甲人客人伫台湾就当只看到这么水风景，咱也带各位赶紧来看卖。风微微啊吹，红公公的叶啊看起来真水。这不是盆啊树，这是起亚樟。台中凤冠公道边是起亚重要的产地。近来天气转冷，起亚叶为青翻红，游客来这惊呆，拢讲看到真清晰。我觉得蛮放松的，因为我们刚好又是在平日这个时间来，没有什么游客，然后这地方就很世外桃源的感觉，对，所以蛮漂亮，蛮适合来放松自我的。一片要挖20公顷的起亚园，远远看起来都亲像是盆啊呐。农友讲，起亚园内底有花青素，若是秋天翻红灯光，就会变色，寒天的风景会更加水。那到冬天之后，这边四季都会变得很红，而且非常漂亮。但是现在因为可能刚冷的关系，还没有到这么红，可能到冬天正冷的时候，会越来越漂亮。最近温度直直降，阁有雨，农民提起民众爱把握机会，来要看红叶，都来趁这时。记者综合报道。在南投有一个低龙园观光园区，最近县政府也开3000万，在园区附近起一个生态公园加亲子运动公园，希望民众都会当去遐行行看看咧。位于南投县民间乡的龙山文销公司，是中部地区猪仔拍卖高度最重要的平台。在1993年转型为猪农园，跳脱传统肉品市场，风尘垃圾臭公公的印象，所以吸引真侪观光客。也唔过这两年，因为原物料成本增加，一来一收等等的影响，营运是介以早差真侪。最近林县长积极的在邀请台商进驻我们朝使用者付费，把成本能够反映足，而且适当的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同仁能够有一个正规的一个福利。最近县政府开3000万块的在地动园边啊，起一座全新的亲子运动公园，拢总将近3公顷的土地，嘛设有生态园区，希望会使吸引愈下侪游客。至少是台湾独一的一个风林户外打击业，跟过去我们所设置的儿童的溜滑梯、荡秋千以及健身器等等完全脱离那一种形态。身为全台湾第一间转型成功的肉品市场，南投县农产运销公司有真侪肉制品的伴手礼，非常受到欢迎。上紧今年底也是明年初，地动红家亲子生态园区，对于全新的面貌啊，来甲民众见面。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清查安怎安排？来看气象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3度到20度，中部地区对15度到24度，南部地区对16度到26度。南部地区对15度到27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2度到20度。新闻最后也带您来到美国看流浪的鸟啊，来过亚诞节。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同一时间咱再会。
中文。